赛季，所有选手从世界各地云集，从业余联赛达到半职业联赛，在跻身于精锐选手之间进行对决。十八支参赛战队，赢家只有一个。总队管理开始行动了，他离开了，他还在往前冲，等着，他完全冲到了他。倒数之际取得了领先，剑士闪过，灰星队位置不利，他跳起来了。现在是一对一的，临界品质对阵愤怒管理，知道你就干什么？灰星队拿到了奖杯。Yeah.